口水，然后呢，请佑胜再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说几句话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佑胜！哇，这是我第一次签名，签到自己会觉得累，真的吗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部都署名了。哦，对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签唱第一场可以在高雄跟你们一起度过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待会回到台南去，然后如果有缘再见面，那如果无缘的话。回家多听听歌，然后跟朋友分享一些。如果你觉得好听的话，你就跟朋友分享，我会更开心。谢谢。Yeah, 好，那我们这个留十秒钟让大家照个相，好不好？就站在这里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没问题。好的，来给十秒钟，让大家好好拍个照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哇，快点，大家！你看，特别走过去给你们照啊，有没有很贴心 ？So sweet， 有没有？大家要多多支持佑胜的完美先生问号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待会下午五点呢，还有在台南南方公园有一场签唱会，要去的人，等一下路上小心安全。谢谢佑胜，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梦时代参加。完美先生问号的签唱会，谢谢你们今天在这里。